拍照、散散步、吹吹海风，这是我来三亚的目的。邓思豪，起床了，醒醒，我们去三亚了。怎么又躺下了？没反应过来。Hello， 邓思豪。啊，镜头，镜头怎么了？好看。你终于过来了，我不要你了。然后我走了，我不在杭州了，我现在。No！ 你刚回来我就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还在等飞机，来的有点早了。我今天早上7:30就起床了，但我们其实12:00的飞机。这个机票我也是抢了很久才抢到的，因为我是前一天晚上我才临时突发奇想，想带我弟弟一起来三亚玩一下，所以就有了这一个 vlog， 是一场三亚之旅。然后我们一会儿就要上飞机啦。再说一遍，我没拿到机票回去。我让你提前做了，你做了吗？我做了，但我没拿。啊，行吧，行吧，行吧，走吧。看你就是铁了心的，不想写作业了，是吧？转过来是吧？像个游客照一样，好热啊，对吧？来过夏天了，我们到了。你怎么背两个包？我的工具人弟弟，带你去看海，我们去外面看海。不行，太晒了。我们一会儿回去擦点化妆再出来。海的那边你看不到吗？是游泳池。搞错了，你去酒店吧，走吧。哇！我天天洗澡都需要别人看到。看大海，三亚，我来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噗噗，我现在已经化完妆了，然后我们现在去海边，出发啦！好，我们走吧，你走了吧，刷刷吧，这一拳锤过去。是王思聪开的这家椰小鸡，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排队。为那个王思聪的店要等2位，所以我先来逛一下工艺品店。陈哥好，吃饭了？不刷手机了？对啊，你手机收起来了。结束了。还有个教师，没有。它长得跟柚子似的，糯米。米市场是一个很普通的农贸市场，乡下百货市场。我觉得跟泰国夜市有点。哪个衣服？我不敢说，你自己说。40吧，你自己说。40吧，40吧。不跟他讲价吧。40，40没有。那好吧，40吧，那你自己付钱吧。自己付钱，他又心痛的呀。自己付钱吧。对呀，材质是挺好的呀。你看到那个，我看着玻璃很舒服的呀。我看你长也挺好看的，姐姐。我们也是很独立的啦，分工啦。我稍微就卖的便宜一点的，35左右。
冷，但是毕竟我们就只来一天半，所以想好好的享受一下这边的当地的一些好玩的东西。你好像很喜欢这件衣服的样子，我的天哪，太帅了吧！哇哇，好帅呀、啊！已经和当地的海南村民融为一体了。眼光对吧？我们现在坐船了，坐着船到了，拼了个十人团。游艇的里面还有小沙发和厕所和电视。太豪华了吧，也其实也就是小豪华了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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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
爱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第二次相遇，就是三亚。以后三亚就是我们的约会地点。嗯，现在有点香。大家排在多啦，离别姐妹情。网红哭之前要先买好摄像头。要不你俩跟我一起吧？走吧，走吧。这边，而他在那边，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，而他总做事而不见，脑袋中却浮现，眼睛尽是他在微笑的画面，而他说。